游全世界，环绕了一大圈，翱翔在天边，跟我去冒险，去看世界。佩玉，今天我们又来到哪了？你好漂亮呀，感觉来到了童话王国。哎，快看，蓝精灵主题乐园。哇，我觉得凡尼能量币肯定就在这儿了。 OK， 凡尼看世界，带你去冒险。哇，快看，精灵望远镜。那我们现在要看看。好，找找看哦。哎，有发现。什么发现？月在那边闪闪发亮，看到了吗？走。哇哦！嘿，月等等，我刚刚看到闪亮的地方。好像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哦，格格巫宝藏屋。哇，我知道了，凡尼能量币绝对就藏在这里。要不我们逃逃看？好呀，走了。嘿，现在开始淘宝了，来吧，淘宝。过一过是吗？大浪淘沙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这是玛瑙，这个好值钱。哇，发财了！我这是绿色的雨花石。爸爸，天哪！我们真的放弃翻泥星球了吗？不不不，我们来地球发财了。这意外收获，洗干净带回去。月儿，等等，手拿开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哦，尖尖的。Oh my god！ 翻泥能量币，找到了，这么容易？假的？真的。回家。等一下。哦，那今天找这枚能量币太简单了吧？走，回星球。走。哇 ！Yes， 今天也太幸运了吧！我一开始就收集到了凡尼能量币。Nice， 隐藏起来，别等我丢了。哦，对，我的魔法书呢？哦，魔法书刚刚的。我！天哪，他怎么在这里？叽里呱啦呀！啊！凡尼能量币就交给我吧。是你救了我们吗？是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啦，妹妹。哦，对了，我的凡尼能量币呢？格格巫那里。Oh no！ 肯定是被他拿走了。蓝妹妹，你知道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战胜格格巫吗？我当然知道啦。卡，探访沼泽深处奥秘，在莓果上翩翩起舞。哎，探索沼泽深处的奥秘，在莓果上翩翩起舞，什么意思呀？我们去找找看。好啊！哇塞！黑月，快看，沼泽探险哦！啊，我懂了，沼泽的奥秘应该就藏在沼泽的深处，赶紧去探险吧！哦，走，探险。100分！呀，臭蚊子还有臭老鼠，哇！臭蚊
诉我。加油！解救蓝精灵。八、五、五。好玩了，哇，这个游戏真的好可怕，遇到了猪猪。哎，没有啊，我把它打倒了，掉河里了。哎呀，你哪打倒它，是在游戏里。我们现在翻进的蓝币还在他手上呢，我们要在现实生活中打败它。那么沼泽探险我已经解开了这个奥秘了。没错，现在呢我们要去莓果上翩翩起舞。对啊，翩翩起舞。想想怎么翩翩起舞。月儿，你说这个在莓果上翩翩起舞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马叔，怎么了？莓果过山车，我懂了。怎么？在莓果上翩翩起舞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莓果过山车上开心的玩。这么简单？我要体验看看吗？来了吧，走走走。上了莓果过山车了，好高啊！这里，我们现在要挑战在莓果过山车上翩翩起舞了。光翩翩起舞太干了，唱歌。对，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蓝精灵。出发！哦，走。Go！ 在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蓝精灵。他们活泼又酷毙，又调皮又皮皮，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大森林。大森林。还没打败，耶！是我们被莓果过山车打败了，耶！莓果上翩翩起舞，任务完成，哦耶！来，妹妹，我们已经完成所有的任务了，真的超好玩的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格格巫的弱点是什么了吗？就在这里吗？我看看，啊，月儿，原来格格巫的弱点是他的魔法棒，竟然被发现了。OK。蓝妹妹，我们一定可以战胜格格巫的。谢谢蓝妹妹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格格巫来了！啊！可爱的蓝妹妹打败了格格巫，哇，这里就是格格巫的黑暗实验室，朋友们，魔法棒肯定就藏在这里头了。等等，月儿，闻到没有？什么？一股可怕的魔法气息。哦，是挺黑暗的，赶紧去找找看吧。走。哦，这么大，你看这么大老鼠。Hello！ 哇、吓我一跳。上去上去。咦，蜘蛛！可怕的气息，前面还有。你无处可逃，格格巫！你看，好大的眼球！格格巫的眼球！我的天哪！哇，小心前面，这啥呀？格格巫的手！这个还好。再见，大叔，再见，格格，拜拜。啊，不要！啊！小心，小心！我们要找找魔法棒在哪。这里怎么有个镜子呀？怎么，什么东西掉了？二叔，这个就是魔法棒吗？嘘，格格巫的魔法棒，偷偷的溜出去，快走！嘘，快快！嘘，快走！
他追上来了。咦，这个看来就是格格巫的魔法棒了吧？肯定是这个，月儿，赶紧把它封印了。帮我拿一下。看我的，放好。凡妮，凡妮呀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魔法棒！黑月看，凡妮能量币出来了，这么赞，太好了，任务完成。哈哈，蓝妹妹你好，你怎么来了？又来了。幼儿马术，谢谢你们解救了蓝精灵，为了表示感谢，跟我过来吧。去哪儿呀？走。